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玩乐游乐园，我是你们的游戏直播线上 DJ CA。5月16日，台湾时间5月17日，冷冻兔快递又来啦！影片开始之前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非常的感谢你哟。首先是男生一款新胡子，快帮你的模拟小人换上这个野性又性感的胡须吧。第二，新食谱哈拉面包与犹太面丸汤，两款都是犹太食物，分别是烹饪等级3与烹饪等级4，就可以获得这款新食物。再来是卡林特家族的新面容，以下是卡林特家族的新面容，大家对新面容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CA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